可能人家第一眼看我觉得我的外表比较适合酷的东西，但是我是觉得酷这个定义在我身上，我不希望我被一种风格定义。我喜欢跳舞，然后也不仅喜欢一个舞种，我喜欢用身体探索更多的我。努力，这样一个地方多一个我这样的人，会有不一样的碰撞吧。我希望可以让大家就是都能够感受到温柔，其实它也是一种力量。那我想让大家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水墨画一样的江南，能够唱遍南浔的每个角落。